这么欢快的运动呢，让我们感觉到冰雪天体，激情四射的北大。今天是我们冬奥会倒计时的第20天，那么我们在未名湖冰场上举行这样的一个北京大学冬季运动会，一起迎冬奥，助力冬奥。北京大学呢也有这种冰雪的传统，我想这就是一种青春的状态。我刚考完期末，现在可以放松一下了。还有雪柔柔一起在未名湖上参加冰上运动会，提前在北大感受到了冬奥的氛围。我们今天参加了组织冰球射门、滑冰的教学这些活动，毕竟大学作为中国比较年轻的一代人，那么我们在冬奥会来临之际推广冰雪运动在校园的一个普及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是来自隔壁的，特别开心，希望我们能多多来北大来玩。其实台湾学生在台湾很少能感受到真正的冰，虽然有室内冰场，但是天然的冰场还真第一次，而且是在我们北京大学未名湖上，我们一起去助力冬奥，为我们这届冬奥会圆满成功助力。台湾同学，约北京，南京冬奥，一起向未来。以后呢，每年都要举办。那么并且呢，我们要开冬季的小学期课程，然后这样的话让冰雪在北京大学的这个园子里呢继续发扬光大。